One, 大嘴念错。And four.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. 再轻一点。One, 不发小。有好多都是优秀的老师呢，啊，说清楚，像教学生一样告诉我轨迹什么样子。你说老师们，这么怂了是吧？嗯，轨迹什么样子？你确定吗？你枉为我的学生，你确定吗？怎么说？首先有一个内扣是吗？首先大腿跟这个位置是内扣的，然后膝盖保留在那个位置，膝盖留住脚背和脚趾往里收，对，所以走的时候推到脚趾尖，膝盖留住，然后你的脚收回来的时候感觉是有土地，有人扒拉你的腿不让你的腿收，然后你才有那个对抗力，咱们胯下的发力的时候有力气释放掉的力量，快速的蹦，马上要接住它。就像拿了一瓶水，我本来是拿了它，我本来手就是用力的，它不是个空瓶，它是有力量。当我一松，它就往下掉了，松，马上接住，就是这个感受，对不对？首先是有力量的，我要走先，松，接住，再落 ，OK。整个移动，让它move推出去。